这是儿子七岁时候穿的，他阿大在帐子上卖的，向着他这样的宽，卖了个大号的。这次我和尤苏福结婚时候的头巾，尤苏福又是岁了，老汉了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。 每年的六月开始，直到十月，我们一家人都从乡下来到粉场。粉场在伊犁河上游的牧场上，这儿的环境适合养蜂。听阿大说，从他父辈的父辈开始，每年都固定来这里养蜂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家。 赶紧撤，让你妈休息会啊！哎呦，儿子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妈请生意站。哦，你干啥呢？你这个人，儿子，你回来骑马不？啊，过来，下来。尤苏福，二婶，哎，来，上马。哎，爸爸还小呢，让他骑马呢嘛，要孩子咋办呢？ 没事没事，阿妈，岳师傅，你就听法图尔一个劝吧，娃娃还小的呢，不要用个闪失。没事没事，娃娃让他锻炼锻炼啊！儿子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阿达，你这个人咋这样哈的？抓紧缰绳，勒紧缰绳啊！两腿夹紧，走，走。哎呀，走走走！没事没事，儿子，勒紧缰绳。小心点。哎呦，这个人。 儿子，学会骑马嘞！嘿嘿嘿！阿达，我要快骑马了，我起来了！啊，转起来了！啊，阿达，转起来了！呜，好嘞，好嘞！哎呀，转起来了！阿妈，扶着转起来了，可以干爹是嘞！阿图妈，阿妈，你看。 扯你，回家回家！哎呀，调皮娃娃，你早看电视呢吗？不玩了，上学了啊！ 咱们不听话呢，咱们家不是好娃娃啊！二三，上学嘞，费都涨了，早些过河，不迟到了。
马冰浩来，我们赶紧走，不迟到了。把这个带上，洛涵他吃掉，早饭都没吃哈。哎呦！哎呀，给我！你这个人，咋那么可笑呢？啥？书包。 二嫂上学去了？去了。合肥账了没有？账了。早饭都没吃，赶紧送过去了。嗯，进不进？行了，慢点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慢些。不用扶我了，腿脚不好，也不是一天了。快忙你的事情去吧。没事，没事。你一天的事情还多的呢。 好的，每天都要骑马，送我走上八公里的山路，到山后面的亚麻渡镇去上学。八公里虽然不远，但是要过两次河，很危险。其实学校可以住宿，可是只有阿达阿妈非要天天来接我呢。 送到了，好嘞，我问起。吃完饭，发头门，快坐下一起吃。你们先吃。发头门不凉了，快坐下，我马上。一会儿。嗯，我们在这儿喝吧。 啊，啊，萨拉马勒，萨拉马斯，萨拉马斯，啊，我叫阿瑟，这个住雪莲，住石头，到处转转。啊，萨石头，河巴里的石头吗？哎，尔萨手里甜甜钻的呢。哎呀，那是白坎，人家要的是玉石。哎，不，不一定是那个玉石，那个五层石也可以，奇石也行。哦，啊，屋里头坐嘛。来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几个雪莲。 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见。这些，这是娃娃河坝里头建下的，你看看是不是鱼？嗯，这些还不是。啊？哎，这个还有点意思啊。嗯。还有这个呢？也可以。 娃娃呢？上学去了。哦，早上就过河了。哦，对了，河水涨了，深得很。哎呀，尤素福，尤素福，啥事情？费账了，费账了。法特妹，你慌啥嘛？快去把二嫂接回来，费账了。接回来？刚从过去就接回来，老师会咋想？她可是新转的学校，没事没事。 法特妹，你别慌，合肥涨就涨了嘛。放学的时候，就是不去接，叫马驮上，慢慢过。
你可笑得很。你拨掉下来，吓死我了。 发烧了！哎，二嫂好像病好了，是不是被飞机吓了？啊，你摸。啊，咋了？咋了？发烧了。发烧了。哎呀，你是看他同学游泳去了，这娃娃胆大的很。胆大还被你教的？我来肺腑一下。 请个假。哦哦。好嘞，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有事儿吗？那个，儿子今儿赶早啊，他病了，发烧，想请个假。是不是受凉了？可能。 他吃药了吗？啊，月，啊，买哈了。哎，病好了就来上学啊。哎，就是。嗯。哎，萨莱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儿子这娃学习咋样啊？听话不？啊，还好，他刚来，现在看不出成绩来。不过，我想说，于素福，你们家住分厂。 二嫂上学放学都挺麻烦的，我建议你们还是叫她住在学校里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每天能来接。走了。啊，好。蜜蜂有辨认方向的能力，无论飞到哪里，它总是可以回到原路。 吃饭，吃饭。哎呦，刘四婆，咋了？你脸好炸了！咋么弄的？咋了？你这是你个倒白费！你这淘气娃娃，你我待会儿还要去县上签合同呢，你把我画成这样，我呀，我行啊。 你这个淘气娃娃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！哎呀，站住你！行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怎么样了？你赶紧过去！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过来！哎呀，行了，娃娃嘛！你扶我起来！怎么样了？啊？二三，过来！过来，把二大扶起来！我干你！ 没事吧？你个臭小子，你不让我转，你不让我转，你不让我转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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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。过来，人家城里人已经用上窗户机了，这次蜂蜜合同签上，咱也买一个啊，联系生意方便。那要好多钱的吧？ 没事，咱买上一辆摩托车，咱也不用骑马过河了，啊，从桥上过，人家阿四乐天天那样过。好是好呢，我们家啥时候能有那么多钱呢？猴年马月的嘛。做梦呢。阿妹、阿大、阿妈，我长大挣钱了。
给你们卖。哎，还是二傻东西啊？那你就快快二张，俺那等着坐你的摩托车呢。嗯，上海上。好好学习，回来我检查作业呢啊。嗯，阿妈，我下风唱了啊，听话啊。嗯。儿子，再给他好吃点。嗯。多谢啊你。听话啊！见什么呢，爸爸？见一年，这是紫玉。这就是五彩石，鱼要到河里边去捡。现在河水凉得很，慢慢进水啊。啥？阿妈，儿子哪打去了？哎，刚才还在呢吗？发去了吧？儿子，哎呀，坐下吃吧。司令啊，来，你的。二嫂身体好了，今儿该上学了。该上学了，耽误好些天了。啥呢？老师说学校可以住呢嘛，让二嫂住校不行吗？省得你们老去接送，还要过河。就不住校了吧。哎，学校娃娃多，最杂，我每天接送可以呢。可以呢。阿妈，为啥上年老师给我复学，咋不用你的鞋？二三，我跟你说哈，到了学校啊，少说话，多学习。放学了别乱跑，阿达接你去呢。啊，阿达要是不去，我去接你。记住了没？记住了。我忘了啊。吃饭，快吃肉，长得快。来，上马。发头帽。哎，我今儿回来晚一点，去把合同定金拿哈。哎呀，把你当真的，还真的拿回定金呢吗？多好的嘛，咋拿不好啊？好嘛，那你买个传呼机。不但传呼机。再卖个摩托车也行啊！阿尼阿妈，我们走嘞！走吧，
走吧。走嘞，走，走。呼呼呼呼呼呼呼！放学后啊，在这等着，不许乱跑啊！我来接你。啊，哎，去吧。阿大，你答应点。啊？你答应点。答应什么？游泳啊！你带我去游泳点。啊，行行行。天上的朵朵白云变成了红彤彤的晚霞，从东山上升起的太阳到西山将。怎么迟到了你？一天中太阳做了多少好事，他把金光放鲜花上洒，他把小树往高处泼。阿尔萨，那坐好，来把石头还给他。那今天我来布置一篇作文，题目是我的父亲母亲。哪位同学来回答？你们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啊，来举手。来，麦麦婷，你来说。我的父亲叫阿布杜，我的奶奶叫古兰旦，我的哥哥肖开庭，我是我们家最小的。后面呢？没了。嗯，好，坐下。哎，阿尔萨，你来说，用几句简单的语言来说说你的父亲母亲啊。我阿大和阿妈都是养蜂的，阿大伊苏福，阿妈法提曼，我们家是回族。我叫尔萨，我们家门前有一条河，每天都要过河来上学。我们家还有一匹豹马。他也会游泳，我阿大答应我带我去游泳，可是怕我阿妈不同意。Бұны отырат бастыға, бағана ғана сұдан сұзып алған бір бас киімнен сумка. Көріп бағыңыз сол мекен. Фатмачы, ты жүзілі ақмеген рейді. Yousuf! Yousuf, 你在哪儿呢？
是啊，于师傅家的啊，咋嘞？于师傅在不在蜂场？不在。他不见了，好多天了。你看看，还真的让他跑了。咋嘞？出啥事情了吗？是这么个，乌鲁木齐有一个老板把于师傅给告了，说是签了个合同没给货。 这是船票。这事情要是真的，我承担。可我真的没见到定金。要不这么家吧，让我跟老板谈谈，行不行？走好。妈，你要到乌鲁木齐吗？要多远？ 这是4个月前签的合同，定金我都给了3万块钱。这是他写的寿条。按照合同呢，应该是2个月前供应分明，是不是？可是他耽误了时间，耽误了2个月，啊？ 有师傅呢，他咋没来？他来不了了。咋了？有师傅被红匪冲走了。咋？还有这事儿？真的？没救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刘总。 我就是来请你原谅的。哎，你原谅别说了。
这是我们三里头的雪梨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不，刘总，慢慢说，你坐啊坐啊坐啊啊！问题是啊，你们耽误了我两个月啊，事情我又不知道，我跟我的下游呢也签了合同啊，人家也找我要赔偿你嘛。就是的，我知道呢，我这次来就是来承担的。刘总，有师傅拿了定金，我真的没看见，也可能他买了传呼机、摩托车，还是就在他身上被红匪冲走了，我真的没看见。管咋么说，不能叫你一个人赔哈。这个事儿我做主了，我肯定给你补偿的，今年补不哈，我明年再补。这次回去我就买个传呼机，好让你跟我联系呢。刘总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，就冲你亲自赶来的份上，我就相信你啊。谢谢刘总。辛苦你了。哎呀呀，我来我来，谢谢你了啊，三年老师。你乌鲁木齐的事情办的咋样了？没事儿。你是不给你留下麻烦了。阿妈，你别操心了，没事儿。阿妈，有师傅的帽子哪去了？哦，是我让三年老师帮忙取掉了。回不来了，有相应的，你还是找上一个，我没意见。妈妈，王峰，通过我们自己的侦查，现在的情况是这么个：于素福国费的时候，狠狠地赶上山上的木头房子冲下来，把他冲进肺面了。按照我们的判断呢，于素福的头部要是碰到木头的话，至少碰懵了；他要是抱过木头的话，那么顺着下游走，知道还是还是他。因为这么多天我们白天晚上都打捞你，都不见个身影子，所以法德玛姐，你得理解，还得面对现实。毕竟呢，我们都没希望奇迹能发生。嗯，我买了传呼机了。哦。要是有消息的话，新年新年，告诉我一下。新年，法德玛姐，新年。
阿妈，苏婆，回不来了，你考虑看一下。的金肩白的头，为了我的学习，秋天转场时，阿妈终于决定搬到我家还有的亚麻土镇上。但是阿妈说，逢场还是回来。我明白，阿妈还舍不得这样一个简单而存留梦想的地方。或许在这儿能等到我阿大回来。探子包进去吧，包进来。哦哟，在哪儿呢？外来哥们死了，这么快就办好了？阿斯了。哎呀，法提玛，你也不给我告诉一声。我的电话号码不是你有吗？哎，二三，你太客气了。三年老师把房子给找下了，我们就搬了。再说我个人能行呢，就没找人。你也忙得很，哎。对了，法蒂玛，叫二三过几天去给我帮个忙，我那儿又来了一些好鱼，给我做个帮手。哎，二三能帮上你啥忙呢？啊，来。哎，你不知道吧？那个娃娃灵着呢，在我那里学琴、学画、钓鱼，还有两下子呢。老师说，你看这工艺咋么个？阿妈，这是哪儿来的瓜匠？娃娃家咋胡翻呢？是一直很好，一直和书法都不错。哎，哪儿来的？上等。这是我家传的。二三，我给你说个啊，你连着雕石头呢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考不考大学了？阿妈，考呀！我就是业余时间学钓鱼，不会影响学习的。再说了，我就考艺术大学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你不乱斗。Thank you.
尝试了。做啥呢？喝凉水呢吗？有茶呢吗？你到哪打去了？放学为啥不回来做作业呢？我到阿瑟叔那儿去了。阿妈，今天我学会钓鱼了。钓鱼？又是钓鱼？这么说你才能听进去呢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，不是钓鱼。考不考大学了？棒棒子硬了，到那儿发去都不说给我听了。知不知道我把饭做好多长时间了？吃饭。阿妈，我就想把咸鱼钓好，就这么一点爱好你也不让吗？钓鱼是一门职业吗？去哪了去呢？选择。又做啥呢？儿子。我们还是回风场上住去吧，天天发你。考大学呢嘛，考不上大学我也不活了。所以老师，这里所有的鱼箭都是我们自己钓的，全是咱们伊犁出的。这个不错，也是你们这里钓的吗？对对对，这也是我们伊犁河捡来的自鱼。不错，很有想法。哎，那这个作者呢，也是你们这儿的？这个的作者可是特别，就是凭感觉钓的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孩子多大？15-16岁，刚念高中。他是个回族娃娃，放学以后他马上就来。Assalamualaikum. Waalaikumsalam. Arsa， 这就是苏亚老师，著名的鱼钓大师。你好。你好，阿尔萨。你是个回族小伙子。嗯。这块鱼是你钓的吗？是跟阿斯叔学的。是你自己创意的吗？不是，是照着我们家祖传来的学的。祖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可是一块非常好的籽料，可以说选材利用的非常巧妙，独一无二的。怎么，你们家也是做玉雕的？没有，我们家就有一个祖传的，我阿妈不让看。苏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嗯，咱们该到县城了，再不走的话，时间就该来不及了。晓得嘞，把车背后。好的。那这样吧，阿斯勒，那我们说好了，电话联系，明年一定要去上海看预展。好的。嗯，这个小伙子不错，长大了，好好培养培养。没问题。Boss，Boss， 苏老师。阿尔萨，有事吗？苏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的鱼箭，它值钱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一块很好的籽料，而你的创意和雕工又给它赋予了玉本身之外的价值。怎么，你想卖它？没有，我就问问，它是一门职业吗？是啊，当然是了，大学里可是要学的。大学？嗯，在艺术学校、美术学院都有，好好学习吧，你有希望的，小伙子。谢谢苏老师。
苏老师，上海有这样大学的吗？有啊，上海东方学院就有，我在那里做客座教授。怎么，你有信心吗？有点。放学后到索尼亚老师家，不那么好啊，好好学习。放心吧，妈，我现在啊已经有目标了。你的目标太大了。哎，上海那么大，能看得上一个疯唱的娃娃的吗？钓鱼真的是一门职业吗？阿妈，好鱼值钱的很呀，一块好鱼给你拿的十车十多呢，到时候你就不用辛苦了。看把你说的，心太大了。去吧。那我上课去了。不乱跑啊。好。又一个春天来了，我和阿妈也再次搬回到了坟场。不过有变化的是，在坟场的山坡脚下修了一座石桥。去，快去。还有一个变化，就是在我上学路过的亚麻图河段安装的摆渡船。摆渡船啊，解决了不少问题，不仅马和摩托车不用过费了，甚至小型汽车也能过呢。你妈妈叫你赶紧回去。走啊。我才离开，会有啥事情吗？不是，那位玉雕师来了，他要见你。玉雕师？父母是1966年到新疆当知青的。68年，我出生在这里，从小跟父亲学玉雕。后来落实政策，我随父母回到了上海，在那里读取了大学，结婚成家。本来我有一次很好的出国留学机会，可是我怀孕了，只好推辞。可就当我快临产的时候，我跟丈夫出了一次车祸，丈夫不幸去世，孩子也提前出生了。父亲为我着想，趁我昏迷的时候把孩子偷偷送人了，只告诉我孩子没有存活。我将信将疑，直到父亲临终前才告诉我事实真相。孩子是由苏父从孤儿院抱来的，当时还没满月，出了这个鱼坠子，啥情况我都不知道。我跟尤素福一直把他当自己的骨肉养着，好好的扒着。尤素福后来失踪了好长时间了，想问都没出问去。儿子，
这就是儿子，我儿子。这位阿尔萨，我们见过面的，我是苏老师。苏老师好。坐好吧，坐好。二三，你也坐。这个玉锥子，我一直就觉得他有眼睛呢，每天都看着我。但我就是不愿意把这个玉锥子挂在他的脖子上，我就害怕有一天谁看见了把他领走。我也盼着我儿子又出息上大学，但我实在不愿意等他离开我。我就知道呢，有一天他亲阿妈要来接他走。阿妈咋了？我好好学习呢。法图麦姐姐，我知道你很辛苦把阿尔萨养大，我来我不是为了领走他，我只想认认他，让他喊我一句妈。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法图麦姐姐，我没有资格说这些，你们全家收养了阿尔萨，并且把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。阿尔萨，从去年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平静过。我知道不会错的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再不多说了，就您这个玉锥子，我知道呢，你就是他的亲阿妈。儿子，他是你的亲阿妈。儿子，叫阿玛。叫啊。你敢叫他阿玛？叫。这样吧，苏雅，法特麦大姐，
Arsa 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也是母亲，我非常理解你们俩现在的心情。可是，Arsa马上就要读大学了，你们现在的事儿是怎么处理好，不让Arsa分心？我知道，我的出现一定会影响你们，可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。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，希望能为你们带来一点点安慰。法图麦姐姐，辛苦你了。整爹，他整爹是你的亲妈妈，我知道你，他在这儿也待不多长时间，你也长大了，别犹豫，跟他走吧，回上海。你不是喜欢钓鱼吗？你亲阿妈就是个钓鱼师，他会教你钓鱼，把你领上正道，教你有大出息呢。阿妈，我不能给你阿妈，我不学钓鱼的阿妈。我不做阿妈。听话。阿妈，我不离开文章。儿子。他这样做也挺难的，你得理解一下他。我不想学钓鱼了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这个娃娃是不是昏了头啊？钓鱼算了，别怕你那个阿妈了。将来你有出息，你阿妈不高兴。四叔，谢谢你，我再也不学钓鱼了。阿妈还在坟上等我。哎，你这个娃娃，怎么了？我不是你的叔叔吗？不是你的师父？可是。我阿妈，我说在照顾阿妈呢。
海阿妈出现，对于我来说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。可是，风城的阿妈却认真起来，还专门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，准备送我走呢。阿妈，你好些了吗？咋不等着我来洗啊？阿妈，我不学钓鱼了，我要好好学习。我也不急什么上海，我就考新疆的艺术学院。不出新疆。你拾掇拾掇，明天走。哪儿去呢？乌鲁木齐。找你请阿妈回上海。阿妈，我到那儿谁都不认识，我干啥去呢？阿妈，阿妈，我不走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不是我不要你嘞，你长大了还能在我身边待一辈子吗？你本来就是大城市的孩子，上海的孩子，阿妈能养活你呢，但是养不好你。你上海的亲阿妈是个好人，他一定会好好培养你上大学，培养你成才。以后放假了回来看看阿妈就行了。这个样子，多大的娃娃了？咋了？都那么大娃娃了，不要这样子啊，叫人笑话呢。儿子娃娃嘞，都多大了？我身边待一辈子呢吗？二嫂，这两把琴是我送给你的，业余时间好好的学一学。行了，走吧。小年老师和阿斯勒叔叔都来送你了，走。阿妈，我还没想好呢。我不想去。咋了，儿子娃娃？行了，放假再回来啊。走走走走。Okay.
您看，你是儿子爸爸，别忘了你是儿子爸爸啊。古报达来了，阿尔萨，他是我的爱人，以后你就叫他爸爸。啊，现在不太熟，你叫他叔叔也可以。没关系，叫啥来可以？他说没关系，叫什么都可以。她是冉冉，是你的妹妹，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冉冉，阿姑小山呢？阿姑小山呢？这就是你的家，欢迎你回来。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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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一印象，似乎一下子停在了半空中，我甚至觉得是在梦里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，空气、阳光和人的行为举止都大不一样。大上海就是一个魔方，我很快被这里融化了。我甚至想要么改个名字，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，重新起步。这里给了我一种新鲜、新奇和活力的全新感受，我感觉离梦想更近。爸，
二嫂。妈妈早。啊，拿来，穿上。新衣裳。嗯。不错，把这个带上。那你一定要保管好啊。放心吧。我去上课了。嗯。我叫尔萨，今年16岁，我来自新疆伊犁亚麻图，亚麻图是伊犁河的一个小镇。你姓阿，阿尔萨是你的名字吗？尔萨是我的金名。那你的父母在哪儿？是刚才的吗？还是在伊犁？他是我阿妈。哪个是你的妈妈？伊犁的还是上海的？伊犁的，是我的姨娘。我从小在姨娘那里长大的。那你会打篮球吗？篮球，篮球会呢。我是我们篮球队队长。那好，你打篮球的时候打什么位置？是中锋、前锋还是后卫啊？啥东西？我。我反正满场是跑的嘛，也不累，反正。我还会游泳，那年子在我们伊犁河坝，我一个猛子扎下去了，就到河对岸了。球不要停，上手停。不要再往前头扑两步了，搿是要走步啊！这场篮球赛因为我而丢失了班级多年以来的荣誉。我这个曾经的校篮球队队长和河坝里的游泳高手，不过也是个赝品，辜负了全班同学的期待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一切还是属于牧场。重重失落堵在胸口，我甚至觉得把坟场的阿妈说成新娘，深感内疚。看到坟墓，我一下子想到了还在坟场劳碌的阿妈，她一个人守着孤独的日子。我也想起萨尼亚老师和阿斯叔叔，他们也许能帮阿妈一些。听说阿妈每天买凉粉的地方就在伊犁河大桥的桥头附近，就是阿达描述的摩天轮。阿尔萨，我给你阿妈通过电话了，她很好。什么时候打？前几天。她哭得怎么样？有时间，你给她写封信，或者打个电话。她知道你的消息，心情会更好，工作也会更轻松。她还在分厂吗？他暂时搬到县城去了，靠卖个凉皮儿，身体有点吃不消。
你跟他联系以后好好学习，有机会我会带你回去一起看他的。我想去看他吧。先睡吧。阿妈，我是二嫂，我想你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听说你身体不好，多保重。这里妈妈说，等我放假了，带我去看你呢。喂，你给我回这个电话，家里的0211-8866-2999，我妈妈允许你。Buldu. Hey Fatumai. 我方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现在考虑咋样了？哎呀，刘姐，不再提了噻，我没空。刘叔父已经过世十多年了，你心里的事儿还放不下吗？你的娃娃咋样了？好着呢。上海那么大，哎，你把你儿子养的会钓鱼呢，会画画呢，你呀，真是个好人。哎，你真的舍得让人家领走吗？法图麦姐姐，我是苏雅。阿尔萨想跟你通话，他想你了。谁的？想好了吧？看把你激动的！娃娃妈来的，说娃娃的事呢？说啥呢？他说娃娃好得很，就是想跟我通话。那就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噻。那边有电话呢，快去噻！我给你把摊看上。哎呀，去啥去啥，不回了。你呀，哎呦，法蒂玛，你太难找了，烫火鸡都发烂了，你就是不会，我就是看看你有什么困难。我事儿，我搬到县城来弄了个摊子，分厂不去了，干不动了，一个人害怕得很。要不你也到我那里去干吧，看店也行，也好看着，有客人大来应个声就行了。不去了那咋行呢？我还要回分厂呢。还去啊？嗯。还没有待够吗？你害怕尤素夫回来找不见你是不是？今天阿尔萨和苏亚老师打来电话，阿尔萨找你，说是不是你出事了。哎，窗户也不会。短信了，找到信息就行了。也好，女人有时候比男人狠心。阿哥，婶婶，小哥没？大哥，妈妈呢？
很急的。他要去哪儿啊？新疆。然然，他去新疆办业务吗？爸爸，太阳妈妈下毛病了。撞到了，我也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已经登机了，还有十分钟就要起飞。我知道我阿妈生病了，我要去看她。你答应我的，都几个假期了，还不让我回吗？阿尔萨，是你阿妈生病了，我也是通过阿斯勒知道的。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你高考过后，我只是去几天，不会影响学习的。别说了，马上要起飞了，要求关机，你先回学校去，我几天就回来。高考完一定带你去，哈。不，我要去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绿油油的草原，我思念古老的森林，甘甜的山泉，我思念蓝色的伊犁河，岸边的小园，我思念白盖头的阿妈，快乐的童年啊。故乡啊，我的天堂，你让我自由的成长，你让我自由飞翔，你让我像花儿一样的开放，你让我充满阳光。故乡啊故乡，你让我热泪盈眶，当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回到你的身旁。刘健，娃们考试啥时候呢？哦，马上，马上了吧？下个月初，六七八号，三天。我就知道你要问呢，早就给你查清楚了。哎，阿四，你好。哎，你终于把电话号码主动告诉我了。传夫籍没用了，我也才知道。告诉你号码，好联系吧。你的儿子马上就要考试了。嗯。你也不给他打个电话，鼓励一下吗？你借给我的钱，下个月给你还啊。哎呀，你还记得这个，怪不得把电话号码给我。哎，火车站就要建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火车就要通了，从乌鲁木齐过来的。真的吗？哎，你得留心一点这些。
这样吧，我支持一下你。你在火车站附近租一个摊位，把这些生意拿到那边去做。不用了。入学通知书，阿尔萨同学，经审批，你已被我院录取为艺术系，雕塑方向。这个娃娃，咋还靠回新疆来了呢？是不是他妈妈安排的？嗯，就靠伤害吗？多好啊！这还有一封信，是阿尔萨写给你的。他最近开学回来就看你。还是叫他先拨回来，等我的病好点再说。不想叫他看到我这么个样子。三娘老师，嗯，你帮我个忙，你把苏阳后头积来的钱全都给他们寄回去，娃娃上学要用的。还是不要寄了，素雅会不高兴的。哎，我还是跟你说了吧，阿尔萨去上海时你往他包里放的那些钱，他一到上海素雅就寄回来了，寄到了我那儿，叫我在你急需要用的时候给你。哎呦，这个娃娃，那我这次住院花花的钱可不是嘛。要不是这次急用，我还不拿出来呢。你也太好强了，拿这些钱还债就不得了吗？苏雅给你，你寄回去。伊斯曼刘总给你合同，你也不接。这个事情你不知道，刘总就是为了帮我才要跟我签合同的，那咋行呢？可是你也不能再到处摆摊了呀，挣这些辛苦钱。哎，阿四了，叫你看店，你还是去吧，啊！跑了一辈子了，跑习惯了，停下来心里没底，散架子呢。唉，咱们家出去走走，日子过得也快些。三年老师，我不怕你笑我。我一直就觉得我能碰上谁呢？谁？等我的病好些儿，我还去火车站摆摊儿，说不定就看见尤素夫了。我这个梦做得好吧？好。尤素夫回来，不一定就坐火车。那我要回到风场上去。儿子回来会坐火车的吧？请转告法图麦，尽量委婉一点，他有可能是肺癌，需要尽快的转到乌鲁木齐去确诊，这里条件毕竟有限，只有请你转告他了，尽快去，别耽误。
太漂亮了！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的好大姐，这今天不说好到乌鲁木齐看病的吗？你怎么还骑着自行车来了？刚还来跟你说一声，我不骑了，我的病没事了。再过三天火车就通了，我怕儿子回来没衣裳穿，赶上去给儿子买两件衣裳。哎，我的好大姐，你的肺都成这样子了，老咳嗽。医生说到乌鲁木齐好好做个检查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知道呢，知道呢。可是我的病真的没事了。再说，我要是走了，娃娃回来咋办呢？你的病不能拖，说不定严重了呢。呦呦，你买啥衣服？啊？你看，我看一下。你别生气。180号，这哪是给阿尔萨的，完全是给伊苏普的嘛。你看我这，回来再买衣服啊，走。哎，那这么家行不行？火车通了，娃娃回来了，我请你带我去。法特曼，嗯，这儿的火车一天就一趟，是有点儿的。要不然，你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噻，问他到底哪一天能来呢？这样子，你就不用着急了噻。不打了，火车通了，我又没啥事儿。等嘛，来了就来了。柳姐，啊，我要到凤场上去呢。你还真的要去呢吗？去呢。哎，车不能走，车不能走。来，钢丝老化了，小心啊！我掉下去了，哎，往里面去啊，往里面去。怎么了，公？儿子说，我妈呢？她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我现在咋联系她呢？这一上午我都在山里，没有信号。你阿妈可能去凤场了，那里手机信号还是不好。这样吧，我也赶紧抓紧时间过去，好吗？叔叔，我看你能开快一点吗？哎，不能上人了，不能上人，钢丝老化了。下一档，下一档啊！大家往中间站，往中间站站。站好，站好，把娃带好啊！啊，浪大得很。大家往中间站，站好啊，站好！
房内哭完了，我和阿玛一直想请你能回来。当年我拿了人家伊斯曼柳老板3万块定金，哪知道这木牌飘了过来，我掉进了肺里，那河肺太深了，又撞上了石头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后来我住在一个哈萨克人的农场里，替人家看过园子，又一次有人落肺了，我去救，救上来以后我就清醒一点了。后来慢慢的就记起来了，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，家里正好能用上。阿达，回来了，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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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.